就是换啊。我还不是把我的体力换成那个地质学。不是耐冲三等猪啊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动身。哦。再抓。好啦，那上去睡了。他是隔壁而已吧，我记得。飞出去然后飞回来。等一下，我要剪掉喽。水龙线啊！啊，我怎么又被动弹？白痴虫叮了！我开了两个洞，要卡住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炸到了，就可以挖矿了。要挖矿吗？没有啊，他不是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打毒那个、啊、黑狼鸟了。啊，这边的矿跟那个其他地区的矿有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边是森林矿，你要挖珊瑚矿有的没的。对啊，你要做那从三楼三件套，你就要挖三种。对啊，那我是不是要去挖其他的？是，看你喽。其他两个地方比较好绕了，森林这比较难绕就是。那个大一种会比较好玩啊，对，用滑绕一个无限型就好了，一个八。哎，我森林三等嘞。啊？因为毒药鸟也算森林的、啊。那、啊、这要触发什么剧情吗？因为我没有黑狼鸟可以打、啊。你要回那个、啊、回家？我要回家是不是？嗯，队长，那个对。他孙子会叫你去找，归来。等一下，我去。说森林一带要三台，然后还有什么要三，还有啥要？没有啊，就森林三啊。嗯，那我怎么没收到？不是收到，你要去找吧。对啊，他要叫你，然后你要解进去看看黑狼鸟在哪里。哦，你先回去啊。欸，我要怎么回下面？什么下面？下面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看到门了。哇，这个刀锋闪亮。哎呦！啊，回家。你这把好烂。哦，我看到他叫我了，水辣。欸，我晚餐有没有吃药？有了有了，黑狼鸟了。啊，我晚餐的药没吃。我看一下我的龙三可以做哪里？大一种都快死，快死的。都回报奖金。我森林一带都死了。我的森林，我的那个什么，涨七块五了。刚刚不小心降了，马上把它锁起来。带电子的森林，不是要回家了？喂？
说话。哎，还不行啊！哦，没有路由器。安安，安安，好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每次绕一圈回来还是在日本，所以我以后不换了。那等他一下就是了。对啊，就是要忍耐一下下啊。其他两个都没有路由器。看一下我的引擎设置差什么？哎、欸，要直接接任务的那个。那我去大神交易文化呗。哦，有，可以直接做了。嗨、hey ，他是直接在公屋那边陪着吗？到我这个，我开两两。轰隆的，那不是你。找不到他在哪里。我们有味道吗？到了，那我们在哪里啊？喂，好了没？喂喂喂，
一二三三二一。好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在哪里游走？待会我看到要追个五分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我开心的集会去了。轰吼是不是亚种的黑轰？黑轰吧。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做不出来。对啊。哦。在看动画，等我一下。嗯，那个要到 MR70 好，然后瘴气等级六。好，我快了，等我。啊，我才五十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起来。真的都在挖矿啊！然后一直在躺。我的还在三等。哇！储备燃料27000，可以开着睡。开始去尿尿洗澡了。哎、欸，可是他爆了之后就不会再那个了吧？不会自动帮我用了。那、啊、至少可以一轮了、啊。哦，一轮不够我。第一个眼药水吧。哎、欸，爆了，靠药。滴眼药水了。好、啊，我看了动画。好了，看完了。还是你们四个打，我先滴眼药水。我已经。哇塞！我刚才是断气。你们要来我集会所、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因为那个开太久了，连线有点怪怪的。哇，我桌上都是药包药袋。等下我先吃药。我会不会死翘翘啊？一堆药，应该是不会啦，不好说哎、欸。大概不会。我感觉我快死了，都不用睡觉了。好呢，睡。啊，好吧，你们四个先打，我给他破气。啊，那里人，刚刚说要打尾王啊，哦，还是我等你回来的，还是来不及。打天地黄石啊！啊？英雄。那要打什么？你要打什么？他要去陪江江。我知道，我有听到。对，我才想说打。哎、欸，打不过，又回来哦。这边有难得有佣兵哦，打不过记得回来，家永远是温暖的。江江，如果你在听台的话，希望你有在听。天哪！Yeah. 我仿佛听到靠背啊，有，很像。那要打什么？对啊，好，你们先接，我眼药水滴完就进去，眼睛好痛。那接雷狼龙好了。啊？雷狼龙啊？我看有没有掉出来。还是我们打阎王龙，气死他！气死 HTT。可以啊。好啊，那你先帮我去掉他血量。我找不到我的卫生纸在哪里。我眼睛现在是闭起来的。哦，小王，拔刀属性高的。嗯，装备是不好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
锻炼区域怎么有那个车子出来啊？你要找猫咪家，那只猫咪，它有一个叫做骑那种设置什么的。哦、想说一直没有骑乘的那个可以玩。到底为什么我的都是这么可怜的那种草地街道线？哇！我看现在是给我猫咪的那个，这样，来睁眼睛，滴。那我可以拍你了，啊，我接。来拍雷狼龙。对啊。好，我也打死他。小心都不好哎、欸，都是群，一群狩猎的。啊，接这个好了。驯鸟应该不难狩猎。驯鸟。我说你的都是一群的、哦。对啊，有我看看我的，奖励有很差的、啊。让我看看，那个我记得你有给一次猫车，猫车就在回那。好吧，我的那个是两个人的，然后是猫一次，对。有没有单独一次的猫？难吧，那没关系啊，有接我的猫。去上个厕所。那我先接。接了。是个大意。先打什么？雷狼龙。好。因为我没有单只的奖励太差了，我好像那个好像就一银两铜吧，还是你有？老乡。嘿，哪个？我们先适合的只有一金。啊？我们先适合的只有一金。嗯，对啊。雷狼龙要什么？对，几金？超过两金就一金。哇，又爆啦！啊，爆！再多一只灯哦。就可以了吧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单独一只的。对啊，我有单独一只很少，一个金的没有。啊？哎有，有单独哎，那开你的啊。那、哦、我这个退掉了。那边那两，他那边有三金两银的。没有，因为刚 DC 爆了啊。我接有二十分钟。倒下，这么棒的，那我就取消了。啊、三次倒下、欸，而且算是二十分钟了。可以吧？全力输出一定可以的。灭了他。晕眩侧甲和晕眩撞大锤一定行。那再上你们的输出。我们可以侧甲啊。啊，来吧。可以哦。好啊，可以啊。
我来看一下雷狼龙的属性。古代树在哪里？加热度。雷狼龙。我猜在雷龙那里。属性两颗星，可断尾，可破坏头部。他弱什么、啊？弱兵。无法参加任务。好、啊。为什么？啊？你是不是怪怪的？而且我从刚才就没看到你。你没看到我吗？楼、啊、上没有啊。啊，啊你在前线。我没在楼上，没错啊。哦。有啊，就出来了。我想说你没有在上。我是没在那里，没错啦。啊，走。我这边网络是不是有点？你是不是想当单机侠、啊？独行是不是要换 IP 了？单手剑姿势，攻击次数越多，单手剑可利用。靠腰啊，没看到。我被丢包了。哎哎嗨嗨，你好。哎、欸，还有这边哎、欸。可是我没有石头了，哎、欸、有，直接开打吗？等一下啊，好，那等啊。几号、啊？哦，那边哦、啊，你们，啊、有点远呢、欸。北东，北东最近吧，北东有条路过来。对啊，那边有一条水道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那等我们。没关系，等你。哦，再躲着。我也要。好、啊，被发现了。Oh no！ 那开打吧。我们快到了，啊！我被撞了，这个，哎，有了，有水球，他开始开始掉啊！哎哎呀！真的有哎、欸，送得到吗？有有有，好点，你关手。哦，对，他没了，还可以再动。他那个虫，哦，看到了，超电雷光虫，抓了抓了抓了。哎，那个，那雷光虫是要怎么拿啊？用网子。哎，抓不到。哎呀，抓到了，来不及了。一只而已。哦，你们有人抓到，其他人就可以用捡的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啊？这样吗？被、欸、打了，打了，抓抓抓抓抓！我刚刚捡了两只啊，你们说有抓到的时候，我地上就捡到一只了，我抓一只。你在抓，你在抓，可以捡哦。我没捡到啊。抓到的人捡不到吧？还是有人身上满了。也不应该是拿别人捡到吧？哎呀！哇，我看到掉落物。哎呦哎，掉落物是雷光虫哎。
抓一次。啊，来不及了。是不是雷光虫抓一抓它就不会超电了、啊？会啊，对啊，还是会哦哦。不会啊。好。如果提早把它抓完的话，它就会解除超带菌种。好。诛仙。来抓、哦。看这怎么抓。没有哎、欸，那现在还没有超电超带电吗？我抓到苦虫了、哦，可以啊，颜色一样的。别打危险。可以再撞一次。我没有石头。这里有吗？哦，超级红龙吗？撞！哦，哇哦！这好像有点难抓。我、哦、这被他的尾巴挡住了、啊。抓到了。没有，没抓到。哇！我操，从我后面来一拳哦！敢不敢出来打、啊？哎，先跑，先跑，还累了。晕了，晕了。没有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他抓不到哎、欸，没有人，我有啊，我有抓到、啊，抓过就没人，我在准备追他了，就抓一次了，可以啊，对了对了，啊我有，哎、欸、现在可以抓吗？不要吧，睡觉不行吧？不是的，我是抓，倒了再抓，倒了再抓，来不及了。快快快！他消失了、哦，没有了，没了。我有啊，这张毛也抓光光了，还可以再撞一下也是。没石头。有。哎，看你们安处。没关系，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到时候帮他加电。超大只也不行而已。没有。他还是会吗？好呀。他在干嘛？他很凶的看萝卜糕。快点快点！快把他夹进去！赶快，这时候出去跳了。现在干嘛？抓他吗？还是？快死了吗？没有啊。不然、啊、你是刚刚叫我快点干嘛？啊？不是你刚刚叫我们刚？我说叫干嘛？他可以啊，我没有说。哦。集成。哎、欸。要下下来。要打要打要打。我回去了，我死了。没有了哎、欸，啥都没有人。对啊。
有吃素限制是不是？没有，他从没抓完。没有，可是从刚刚到现在一直没抓到了，就只有一开始两次。对啊，落惨。对啊，就感觉这样。看，大家要重开一下游戏。什么东西？大声一点。说啊，重开一下游戏。哦。这样应该找到。啊，哎，啊，走了。干嘛啦？还在晃？不是不是，他们爬回来。哦，我被海的地方了。我竟然还有第二种。抓。算我挪啊，还是没有。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没有就不要再抓了吧，浪费时间了。晕了，你只给打。有。他是不是要掰他了？嗯，哎，对，去抓了。有，他发出了我婆的声音。我操！狗的惨叫声。认为耶。这还是去非人为地方。对啊。只在那个什么巨魔之击打过。和他做掉的完全不一样哦。对啊。正常。哎。啊，有被开红。嗯，仓库。太惨了，真的人在叫。哎、欸，大花，大朵的花。赏他一发。哎、欸，有。你们是要什么？天玉耶，哇！你们是要什么、啊？放虫，我要虫子，还有刚刚那个啥，那个雷电宝。啊，然后你刚刚两个人找什么？听什么？天玉啊！去死！哈哈哈哈哈！嘤！还要再打吗？可以啊，我看一下还需不需要。可以啊，看看素材。我先去看一下。对啊，雷狼。醉醉哦，你是醉醉哦。对啊，要虫虫啊。对啊，虫虫。哎呀，为什么？直升研究所不能养啊！没有，他身上虫。哎，说不定你抓到之后你就可以养了。没有，看过了不行。可恶！虫虫是超点雷公虫。
哦，总共要六坑啊。哎，我可以做。你们是要做什么啊？散弹吗？对啊，我是要做帝王雷切啦。散弹我没什么兴趣。你后面就有兴趣了、哦。不，我要中，我要那个侧墙，我要当侧墙掉。一个邪教。对啊。这个问这个骨头是问他问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查一下好了。那个好像是他的皮，我没记错。哎，不对啊，那个样子是骨头哎，奇怪。等一下哦。雷狼龙虫棍。雷狼是矿石素材。哎，血鸟可以直接做。真风重装。哇，要天域哎。真风重装，真风重装，王牙棍别雷，别雷是怎样？这个名字，我说，哎，那个好像是。荒地的引导弓，引导谷，感觉又是什么森林要六等才能挖到的东西。荒地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啊，咒弩阿蛇，对阿蛇。那我查，我查我的我的武器就是日本网站，都看不懂。是龙脉的钢龙，杀回。我直接喽。问号的龙脉的钢龙，感觉是力战的骨。嗯，好的，好了。我接喽。好，我回来了。好。有要请客的吗？有，来了。耶、yeah ！好像是要打力战的，可以啦，我们快可以了。更变装备，装备升好就可以。更变装备，更变道具。哇，雷属性最强的太刀哎、欸！雷之呼吸，霹雳闪，雷之呼吸。猫抽一闪，直接看到这个，说这句话。嗯，钢龙斧他说打雷狼就会掉了，啊？龙？哦，没事，那是龙脉的钢龙骨，要的是灵脉的钢龙骨。哦，灵脉的东西都是力战。他要的是灵脉的钢龙骨，所以你要打力战才会有的。丢包，我被丢到他面前。丢包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靠，他开好。八号营地，被八号营地。哎、欸，不要追我啊！哦，被开好了。请来八号营地。啊，对，我刚刚有说请客哦。我忘了吃冒饭了。